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于慧，欢迎收看健康乐活好花莲。最近大家都很紧张哦，因为这个新冠肺炎呢造成全球恐慌。不过提醒大家，在做好防疫措施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其实还有一个最经典、最传统，也跟随着人类有很久远历史的一个传染病，叫做结核病，也就是肺结核哦。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健康乐活好花莲节目呢，特别要跟大家再一次来叮咛哦，防治结核病的各项方法。那跟大家介绍，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呢，就是我们花莲县的慢性病防治所的主任，我们的蔡义华蔡主任。主任好。好，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花莲县卫生局慢性病防治所的主任蔡义华。是，其实这结核病哦，其实已经讲了好多年，从古时候就到现在了。那我们这个医疗单位为了要这个防堵肺结核，其实也花了好多心力，花了好几十年的功夫了哦。那我们这个全世界也定这个3月24号叫做世界结核病日，这是怎样的一个缘由？那请主任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好，那3月24号世界结核病日是世界卫生组织哈推行的一个全球公共卫生的运动。而定3月24号为世界结核病日，所以来纪念微生物学家 Robert Hall Koch 的发现结核病的病原菌，希望借此引起大众对结核病的关注，进而携手终结结核病。哦，是，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全球都很重视的一个传染病的防治的问题了。哦，那我们台湾地区呢，其实过去10-20年来也一直很努力，甚至我们也希望能够达到结核把它减半。我们的目标推行的大概如何？这部分我们这么多年来的成效好不好？我们的成效大概如何？那在全世界哈，因为各公共卫生的还有医疗的，就是单位的努力下，那我国的结核病从就是说16000多人已经下降到10000人以下哈，那成效是非常高的。那花莲县的成效哈是就是有目共睹的。那我们去年，局长也带我们去日本参访哈，就是把我们花莲的成绩哈，就是传达到世界，让世界的民众都知道说花莲的结核病是防治是做得很好的。嗯哼，所以我们这个降幅都几乎超过50%了哈，所以这个大幅的能够缩减这个结核病的罹患，然后包括死亡率也都把它大幅降低了。可是还是有很多潜藏的这个结核病因子在我们的生活周遭，而且它是一个传染性的疾病，也是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的了哈。那所以呢，这个这几年来，从最早期的，我们是希望找出结核病人，然后准时按时投药让他康复之外，可是最近几年我们也发现了另外一个族群。哦，这个叫做什么？叫做潜伏结核感染者。哦，这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也是我们现在中央针对这个要防止这个结核病特别关注的一个项目呢？是。那中央就是说已经推行了潜伏感染治疗已经多年哈，那成效非常好。它只是说让结核病的接触者哈，密切的框列出来，确实的框列出来以后，那我们用预防性投药的方式去，就是说治疗，然后让结核病的发生率下降。然后，所以这个潜伏结核者是所谓指的是哪些人啊？是接触者还是高风险群？有没有跟大家说明一下？或许很多人不晓得说啊，原来我是那个所谓的潜伏病的、这个。那第一个对象就是结核病的个案的密切接触者。哦、那还有就是，比如说，就是艾滋病患者或是糖尿病患者，就是高风险族群，就是免疫力比较低的病人，所以我们都把它框列成结核病的接触者，就是说可以做潜伏感染治疗。那在治疗之前，就是说我们会用最新的检验方式，就是丙型干扰素的测试，如果说它是阳性的话，那我们就劝说加入结核病，就是潜伏结核感染的治疗。嗯哼哼，那对于这一群的这个高风险者，这些有可能是潜伏感染者，我们要如何去找寻他们啊？或者是说，民众可以如何知道，隐约知道，然后帮忙通报一下，这部分有没有什么方法？就是结核病的接触者，在我们的个案管理里面已经都有框列的，确实的就是密切接触者。那一般的要找寻这些个案，我们都从13乡镇的公卫护理人员，我们都是确实的去框列以后通知。所以民众如果接到公卫护士的通知的时候哈，请到卫生所去做检查，那需要治疗的话，我们会请医生再次的评估是否要加入潜伏感染的治疗。哦，
是，那这样潜伏感染者他的治疗方式跟已经感染者有不一样吗？或者说效果有没有也很好？还是说也是提醒大家说不要抗拒？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你怎么知道我有没有？我为什么要去吃药？这部分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潜伏感染治疗之前哈，我们一定都会就是说，已经框列是你是结核病的接触者，个案的接触者。那我们就是会用，比如说照 X 光的方式，先排除活动性的肺结核以后，然后用比如说最新的检验抽血的方式哈，测试你抽血的指数是不是阳性。那阳性的话，我们会依照你的，比如说你的意愿是否加入，然后再请就是说门诊的医疗的医师评估，再次的评估是否你是否可以加入的对象。是，所以其实就是说这一群潜伏感染者，他其实就是风险比较高，有可能变成阳性结核病的这个机会会比一般人高。所以也是提醒，如果说有接到公卫单位通知你说，哎，这位先生小姐，你可能有可能是潜伏者，我们可能帮你做进一步的检查确诊，那需要用药的时候，也是请大家能够配合，以免自己又变成另外一颗不定时炸弹，是这个意思吗？对，那其实结核病的接触者，或是你高风险的接触者的话，就是说你因为他的发病风险在两年以内，我们有统计过是最容易发病的。那他是一般民众的8到240倍的发病率，所以我们还是就是请，比如说检测是阳性的接触者的话，就是说加入治疗，以免你以后成为结核病的个案。是，所以这个已经感染了跟有可能是隐藏性的，我们都希望能够找出来。那重点就是只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都是可以治愈的。治愈率很高吗？是。那因为结核病的个案的话，他至少要服药6个月。那我们现在潜伏感染治疗的接触者的话，就是说我们就是12周就可以吃完12个剂量，就每一个礼拜吃一次药物，那就可以就是完成治疗。那不用说你等到发病以后还要吃了6到9个月也是很辛苦的。是，所以这个也是特别叮咛大家，提醒大家我们一起来建构我们整个安全的这个卫生医疗网。那如果说自己不幸变成是有可能潜伏隐藏性的，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赶快来接受医疗单位的帮忙，不要让自己病发，对自己更不好， 对其他的人更不好，因为你有可能就在传染给更多的人，就像现在的武汉肺炎一样。所以大家应该不管是对抗武汉肺炎，或者是对抗这个结核病，我们大家都应该要齐心一同，大家一起捍卫起来啊。那为了要宣传这样子一个结核病防治概念呢，我们的中央单位卫生单位也做了，卫生署这边也做，卫生福利部现在叫卫生福利部也做了一支影片啊。那我们是不是先让大家来看看今年新出炉的影片？一般人听到结核病都会好怕怕，大家的印象是结核病会酷酷扫，会传染，还可能会死翘翘。没错，结核病很可怕，但也不用那么怕。为什么呢？结核菌进入人体后不会立即产生反应，大约 95% 的人在接触到结核菌时，因为身体免疫力够强，结核菌会在身体里呈现休眠的状态，不会出现症状，这时候就叫做潜伏结核感染。但是等到免疫力下降的时候，这些潜伏在身体内的细菌就会醒来，呵呵哈嘿，准备大闹一番。一旦出现咳嗽超过2周、发烧、咳嗽有痰、没有食欲、体重减轻、胸痛等疑似结核病的症状，应该赶快看医生。结核病人只要乖乖按时吃药，就能大大降低传染力及完全治愈。所以得到结核病无需害怕，千万不要拖哦。哪些人容易感染结核菌呢？不管你是男是女，是20岁小鲜肉，还是70岁一尾活龙，只要和传染性结核病患者打过交道，都有可能经过空气、飞沫而被传染。尤其是我们的国家幼苗、学龄前幼儿，接触感染后的发病几率是同年龄的240倍。再告诉你一个惊人的事实，全世界1/4人口都有潜伏结核感染的情形。什么？那不就很容易被传染吗？别怕，潜伏结核感染在还没发病前都不具传染力，不会遗传，也不是绝症，只是未来发病几率高。
幸好现在潜伏期就可以治疗，所以只要配合治疗，经由医师评估后按时服药，就能有效降低发病风险。结核菌喜欢玩躲猫猫，在潜伏结核感染时没有症状，要怎么及早发现并治疗呢？有两大法宝，使用高灵敏度的丙型干扰素释放试验抽血检查，还有国际推荐的速克服处方，透过准确的检查及减少服药次数的疗程，有效避免潜伏结核感染者发病成为结核病人，达到不传染、早筛检、全治疗、除结核的终极目标。中央单位呢也是很重视这个结核病的防治哦，那所以呢各县市也是全力配合呢。那我们花莲县刚刚我们主任讲到了，我们花莲县的这个成绩是相当傲人的，还可以前进日本去教学观摩哦。那是不是我们花莲县的部分，今年在这个结核病防治部分，我们着重的重点是什么？就是我们就是落实的个案管理，还有及早发现病人哈，然后从社区去找出传染源。这三大方向是会很困难吗？应该不困难啊。那其实我们多年已经在社区哈，就是不定时、不定点的设了那个巡回 X 光筛检车，所以也会请民众哈，就是说就你居住的地点哈，就近去检查。那如果说检查出来筛检 X 光有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请公卫护理人员哈，尽速转介到医院去就医。是，其实这十三乡镇市卫生所真的是大家这个健康保健的第一道防线啊。那我们其实有任何身体上的问题或者是身心灵上的问题，都可以到卫生所来咨询。那我们花莲县也很好，有推出这个免费的健康检查，还有就是成人健检啊，老人版本的旗舰健检啊，都很好，其中都有这个胸部 X 光的检查。所以只要大家能够记得每年一次，每年一次，对不对？胸部 X 光检查来检查一下你肺部，就可以其中一项就可以排除肺结核的问题。所以请大家能够多多重视自己的健康，那也可以到十三乡镇市卫生所去走一走，看一看，咨询一下。那我也听到很多朋友说，他们都会接到卫生所的小姐打电话说，你今年该做健康检查了，或者说女生的话就会讲抹片没做，男生的话就会说要不要来做一下什么筛检。我觉得这些服务真的是太贴心了，也希望大家接到这一些通报的电话的时候，不要不把它当一回事，希望能够记住它。那有时间我们该抽时间去做一下健康检查，或者是一些复诊，或者是一些关怀治疗的部分哦，这部分是提醒大家的。那希望所有的乡亲朋友跟我们的卫生局能够一起努力合作，让我们花莲成为最健康的城市哦。好，那这个要宣传这个防治结核病，其实这么多年来，一二十年、二三十年来的时间了哦，它还是存在着。可是我们也希望宣传更有效果。所以我们花莲县卫生局今年举办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还是接近小朋友的一个比赛活动哦。那是什么活动呢？我们为了就是纪念，就是庆祝世界结核病日嘛。那因为新冠肺炎正在就是流行传播哈，那我们也不希望说有大型的活动去纪念它。那我们就是想了一个，就是让小孩子生根，就是说用绘画比赛，然后让他了解结核病是什么，传染途径是什么，然后怎么去治疗他哈，用这种方式，然后家长也介入，就是说去卫教，让就是说小朋友知道结核病的重要性哈，传染途径，那让就是家长跟学童一起来了解这个传染性的疾病。是，其实在办活动，尤其是小朋友参加比赛活动，不管是绘画啊、写生啊，甚至于元宵节做灯笼，家长的参与度是很高的。那卫生局也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肺结核绘画比赛，那你在绘画的过程当中，你就去思考什么是肺结核，然后就会思考说我要如何来表现防治肺结核有效的方式。那家长跟孩子们一起脑筋急转弯，动动脑筋，其实就是加深了防疫的观念了哦。那我们这一次呢，活动也很顺利哦。那我们各组的优胜佳作作品都出炉了，也都张挂出来了，那也很快要颁奖。那我们是不是也来听听这些得奖的这些小朋友们，他们参与这次绘画比赛之后，对肺结核的防治有没有更深的了解？听听看他们的分享。关怀员会把药送到病患的手中，然后第二个是服药入口。观察员会看着
那个病患吃下去，第三个是吞下再走，就是关怀员要看着病患把药全部都吃完，他才能安心的离开。就是咳嗽两周是两分，咳嗽有痰两分，胸痛一分，没有食欲一分，体重减轻一分，五分以上请就医检查，确认是不是结核病。只要你配合医生开的药，你都可以痊愈。肺结核自我检核，假如有胸痛、咳嗽有痰、咳嗽两周、食欲不振、体重减轻等五个状态的话，请立即就医。这些自我化的是肺结核会得到的样子，会有许多细菌在这里作乱。如果有这种状况的话，请立即就医，而且要按时吃药。我画的是自我七分检测表，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有没有得肺结核的话，你可以用七分自我检测表来检测自己，如果有达到五分的话，要尽快到医院就医。如果你想知道自己还有什么症状的话，你也可以用这些来检查，然后保护他人也保护自己，戴口罩，多喝水，勤洗手。我画的是决心肺和美丽人生，我知道每个小宝宝一出生就要打卡片秒增强抵抗力，然后如果你有不舒服的话，想知道自己有没有肺结核，可以用七分自我检测表检测自己有没有得到五分，如果有的话要赶快去医院检查，照肺部 X 光看自己有没有肺部受伤。3月24日世界结核病日，保护自己，保护他人，要勤洗手，戴口罩，增强抵抗力。很开心能参加结核病宣导绘画比赛，我要谢谢邱玉珍老师，他教我画图、涂颜色、描绘边，最后加上完美的标题。很开心能参加结核病宣导绘画比赛。我要谢谢邱玉珍老师教我们画画，也要谢谢校长让邱老师教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勤洗手、戴口罩，一起消灭病毒。那我们是不是今天的节目当中让大家知道，其实这个防治结核病从中央到地方，甚至于从家庭里面，我们小朋友开始，我们都必须来重视这个问题哦。那今天也很感谢我们的主任呢，在节目跟大家分享啊。那是最后再来叮咛所有的观众朋友，对这个防治结核病，我们自己本身可以做什么？最主要的还是咳嗽礼节啦，哈，就是比如说你咳嗽的时候，不要就是如果有咳嗽症状的话，就要戴口罩，尽速就医。那你比如说平常的时候就注重咳嗽礼节，然后不要去就是传染给别人哈。所以这个是很重要，跟现在的武汉肺炎一样哈。所以要落实洗手，生活环境要保持就是空气畅通的部分哈。所以请乡亲都要特别注意。是，所以最终一句话还是回归到卫生自主管理哦，不管防堵任何的传染病、任何的细菌病毒，我们唯有做好自身的防疫工作，防护网加强了，那就是戴口罩、勤洗手、注意咳嗽礼节，不要到处乱喷口沫哦。这个现在相信大家听到咳嗽都很害怕啦，可是我们希望呢，这样的一个防治传染病的概念是要一直持续在生活中着的哦。那不管是武汉肺炎、结核病或其他的传染病，相信只要大家能够有这样的自我健康卫生管理的观念的话，基本上我们就可以远离病毒了。是的。好，那有任何身体上不舒服，或者任何有点疑虑，觉得我最近好像咳得怪怪的有任何的不舒服或任何的疑问的话，就赶快找医疗院所，或者是就近找我们的乡镇市卫生所，赶快来寻求帮忙，那捍卫自己的健康，还有家人的健康哦。那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呢，主要是提醒大家，我们还是要重视这个结核病的防治。那也谢谢我们的主任，谢谢。那也谢谢所有乡亲朋友收看，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平安、快乐。下个节目主题再见喽，拜拜。